欢迎收看上高考数据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比赛是2024年 WTT 澳门冠军赛乒乓球，男子单打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，是由王楚钦对阵赵大成。比赛来到了第一局，现在大成2-0领先赵大成。赵大成发球，好了，再来斜线。白短正所谓直接弹网了，比赛率2-1。赵大成继续发球，好的，反手直接把球挑出界外，二边打平。大头的整体的失误率啊，还是稍微高一些。大头发球，再拉斜线。他的回球直接15-3-2，比赛继续，看看大头继续发球，好了，再拉斜线挑起来，反手再次弹网，4-2了。比赛继续，现在看看赵大成发球，好的，大长球，正手一抢控，4-3。赵大成继续再挑，反走斜线，连进空，正手一直接摆中，攻出界外，5-3。大头继续发球，好的，再挑，反手抢攻，再拉斜线，6-3，哇！大头今天开局打得真不错啊。大头善于进攻啊，好的，再摆短，挑起来，反手，再拉斜线。6-4了，赵大成继续大长球，正手斜线再抢一个，6-5。比赛继续，再摆短，反手强攻，正手位再拉斜线，7-5了。真板，比赛机，好的，大长球，再来一分，8-5，直接给赵大成打脑脑袋了，打头继续发球。好的，再摆短，哇，重新发球，好的，再摆短，反手直线，连续僵持，正手抢攻，连续，哇，这头大头反手再次弹网，8-6。这球反手的想穿个直线，但是弹网，重新发球，好的，反手斜线，哇，正手抢攻，7-8，追的只差一分了。赵大成打的也是非常强硬，哇，赵大成继续长球，连续进攻，反手直接出界，8-8打平。这边又是大头的发球，再挑，反手中，漂亮，再回球，直接弹网，9-8。
大头发球，再拉斜线反手，再次弹网，9-9打平了。这球抢的太狠了，赵大成发球，好的，再调，反手中路，再拉斜线，郑成伟直接打网10-9。好的，再发斜线。哇，赵大成关键时刻连丢2分，11-9。